来，今天来介绍一下吹笛子必吹的阳明春晓，我们号称这个台湾竹笛界的国歌。好，就刚刚这一首，为什么会成为我们在吹笛子上必吹的？好，第一个是它是竹笛语汇的。什么叫竹笛语汇？就是我今天如果 用其他的乐器来表现这个曲子，都没有笛子合适，就是用笛子最合适。那第二个当然旋律非常好听。第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技巧很全面。像阳明春晓它包括哪些技巧呢？比如说以音，好，以音就装饰音，好，最经典的当当当当，每个人一听到这四个音就知道阳明春晓这样子，基本上也没有别的曲子这样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以音，再来嘞，快速的指序，好，那种快速指序，还有什么嘞？双吐，哒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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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三吐。好，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嘞，滑音，还有立音，所以像这个曲子，它的技巧非常全面，它充满了很多这种各式各样的技巧，旋律又好听，所以当然就会成为一个必练的曲子。那当然阳明春晓这个曲子哈，当然要提到这曲子它之所以会流行开来，不能不提到一个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共同的记忆的一个节目，叫做每日一字。好，那个各位三十岁以下小朋友没有看过的，请上 YouTube 去找，好，可以看一下每日一字，它就是用这个曲子作为它的主题曲。那所以每个人都哇，你会吹笛子呢？你会吹那个每日一字？不是每日一字，其实就是这个阳明春晓。那在吹阳明春晓之前呢，我们把刚刚讲的几个它比较特点的几个技巧跟大家分析一下。为什么要先把技巧分析出来嘞？我们在吹这个曲子里面，每吹一个曲子的时候，它一定有它比较难的部分。那这个难的部分要抓出来练一下，好，抓出来先处理，处理好之后，再把整个曲子串起来吹。那阳明春晓的话呢，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技巧之外，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特点，它的节奏。好，它的节奏，尤其它快板，它的快板的节奏有个很大特点，切分音特别多。什么是切分音呢？两边短，中间长。什么叫两边短，中间长？前面半拍，中间一拍。后面半拍，或是前面四分之一拍，中间二分之一拍，后面四分之一拍。好，这种节奏切分音大大大大大大，这种两边短中间长，我们叫做切分音。好，请看图例，好，请自己啊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切分音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因为中间这个音比较长，所以中间这个音听起来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重音，大大大大大。这个切分音在阳明春晓里面出现非常非常多，好，比如说这个和弦中间，对不对？或是，所以在吹这个阳明春晓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些切分音，要先把这个节奏会数。第二个以音最大的特点，先来分析哈，以音，阳明春晓这四个音非常有特点。这四个音特点，演奏上要注意什么？我们之前提过哈，吐音吐在装饰音上，吐到之后，手指再快速的拿开，手拉手拉，舌头吐在舌上，手指吐到之后，手指快速拿开，这个特点就会出来。你如果吐的不准，好，吐的不准，听起来就不会有这个弹跳的感觉，很跳跃的感觉出现。再来第二个要特别抓出来练的是什么嘞？这个大家在吹阳明春晓的时候一定会特别注意到这一句啦。那像这样的句子呢，有怎么练呢？练起来什么技巧？没有技巧。好，这样的句子练起来没有任何技巧，放慢练。放慢来，很规矩的，很一板一眼的把它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好，练个多少次呢？练个几百次就会成功了。
他这种东西脍炙直叙，他没有任何技巧，就是慢慢练，抓出来练，练多了他就好了。再来比较需要会被大家注意到的就是阳明春晓的双吐，当然这个双吐在这个年代看起来已经不困难了啦，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吹这个双吐感觉相当厉害，因为这个曲子写的时代是1960年、啊、也是1960年，在当时能够吹这样的双吐感觉相当厉害，那现在这种双吐对吹笛子的人来讲根本已经就像小菜一碟了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再来咧，比较容易被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哒啦啦滴啦啦啦，这句也是相当有特点的哦，也是阳明春晓特有的哦。这个指这一句很多说法啦，有的说立音，拉西哆咪发拉西哆，好，那你的谱上是 G 五声音阶，是没有发跟 C， 好，这个都可以，反正你就找一个练手它就好了，吹顺就好了。那这个哆换到西拉嗦拉的时候，注意一个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西，记得要吐音，好，记得要吐音。这个西记得吐音，这样子就会把音分得很清楚了。这个是我们在练阳明春晓几个比较需要被注意的技巧。那再一个，最后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高音哆，学做瑞的高音哆的这个半孔音，这个严格来说不算技巧啦，就是一种指法。好，这个半孔的指法，那吹这个半孔指法的时候特别注意什么，你看哦，手指头这个关节横移支点在哪边，支点在指侧，好，食指的指侧，这样移，西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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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大家会说那移多少，用耳朵判断，你听到那个音高到位了，就停下来，西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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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反复的练。那我要去什么嘞？记得是这个关节横移，不要整个手腕都在转，很多初学者都这样。哇，这个整个手腕都在转，那这个笛子又很小，好，这笛子又很小，整个就晃得很厉害。它其实不需要，只要用这个指侧，食指的指侧当指点。西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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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你如果说，哎、欸，你怕你听不准怎么办？用这个调音器帮忙辅助一下也可以，那、哦、或者说你可以用耳朵，用这个哆，这个哆基本上是准的，大家都很习惯那个指法，好，去对两个音高，不要差太远。一开始慢一点，夹舌头，以这个哆为基准，西哆啦哆嗦哆啦哆西哆啦哆嗦哆啦哆西哆，好，这样子去练这个指法。这个指法一定要把它练熟，非常常使用，只要碰到学生做类曲子，基本上都不会避开这个指法，一定会用到。好，这个是阳明春晓，我们在要练之前，把一些比较难的部分，或是比较需要抓出来练的技巧，抓出来练一下。